田泰安就三边啦。好啦，实业风采亦都开上去噶啦，仲有四胜二，我哋交俾集前。好啦，实业风采顺利埋最后入闸四胜二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大年初三嘅尾场赛事第十一场三班千八米嘅赛事准备，十三号大热啊！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前面快嘅马你见到外面紫电、明珠、闪电王中间行线积福啊，再见到中档仲有天长地久抢啦，内栏四圣二啦，中间位置咧浅蓝衫就精算博弈啊，再后边嘅马咧咁啊仲有星尔顿啦，中间金龙啦，咁啊外边位置有大威力，尾四咧就实业风采，后边三只奇乐无穷、最必胜同埋内栏咧呢只汇聚力量嚟噶。好啦，跑队对面直路嘅中段啊，过千四，前面带头系四圣二啊，咁啊跟住第二位系紫电明。再面的第三位天长地久海明神区外面大威力响呢个第五啊，中间粉红衫咁啊，仲有行善积福啦，内栏第六位啊，浅蓝衫大热门咧就系嗰只精算博弈啊，后多少个马匹啦，咁啊白衫红酒咧，咁啊仲有金龙啦，内栏星尔顿出边黑衫尾五到啦，闪电王再数后边四只，黄眼罩奇乐无穷后边三只，实业风采最必胜同埋汇聚力量啊，好啦，过埋呢个八百米嘅段柱啦。支柱上動动就暂时未系好大噶，四胜二占先啦。咁啊，见到咧就系呢只开始逼近啲有海明神区啊，后边嘅第三位啦，咁啊亦都有呢只紫电明珠开始上啲啦。第四位埋边天长地久，中间行善积福，外边咧就大威力，再后边嗰阵出去啦就金龙啊，后多少精算博弈个，咁啊就喺个马林后边嚟嘅，再后多少先见到闪电王啦，等内栏星尔顿揈到最出啊，奇乐无穷啊，斗到嚟最后三百啦，海明神区已经系透出，见到中档位置天长地久近啲，外边上嚟有星尔顿，最出嗰边有最必胜啦，同埋呢只精算博弈啊，斗到嚟最后百零米，最必胜喺外边已经系冚咗上嚟，埋边星尔顿，最出精算博弈依家上最后一百啦，最必胜占先，精算博弈越逼越近，过尖第一名，最必胜喺中间，外边系精算博弈，精算博弈咧都真系跑得。论尽咗啲啊，咁要冚，俾人哋冚完一浸又一浸，跟住先兜大镬当追。但系呢个时候十一号呢只最必胜呢已经系走甩咗，终点嗰步过唔过到呢？第三呢就系嗰只星尔顿啊，最必胜俾佢掠翻场啦，精算博弈，田泰安跑大热门马又系真系硬系有啲阻滞嘅，点输啊？转弯嗰度俾马一冚再冚，咁啊冚冚下，咁啊结果追到第二，星尔顿接一接，咁啊第三。第四就是行善积福，唉，真系拗晒头。结果莫雷拉四 win， 阿摩起码十一十三，结果十一倍水准，佢又跑出最佳水准，啱啱个主要对手就俾佢食到正嗰个位置，嗰个就减水准，嗰、那个要减分，阴功啊真系。嗱，走出底啊，排四档。OK， 田泰安摆住喺度，唔好入，唔好入啦。二碟都 OK 啦。其实二碟好过啦，咁二碟啦，咬住啲位得嘅，任何骑师都做得到嘅。啊，而家都好好吓、啊，都满意。跑多几步之后点咧？走咗下咧。哎呀，嗰堆马挨埋去啦。咁、嗯、啊，变咗就系、是、被动啦，扫埋你埋去噶啦，压埋你埋去噶啦。你而家想出就难噶啦，因为一切都要睇个步速。出唔出之间有冇得出咧？而家，不过睇佢转弯嗰度就弊啦。嗰、那个位系第八位嚟噶，你已经去到有个有一阵有啲镜头咧，你自己亦都可以嚟夹下啦。啱 ，OK， 一路望后边呢度想驶出去啦，佢想驶出去嘅，啱噶啦呢个。啊，咁啊顶只金龙出去先，呢、這个位冇摆错嘅，冇摆错。金龙梗唔会俾你再病我啦。咁、啊、我 keep 住冇问题嘅，系咪先？冇理由再俾你病出去。嗱呢、這个位咧。理论上照计真系松少少，应该系出到，因为前面都唔系慢嘅。冇错，点解搞搞下会去咗入直路俾人冚咗嘅？真系唔明啊呢度啊！点解会褪咗落去啊？其实呢度有足够空位喎，呢度俾啲得唔得？阿田泰安跑嘛，其实佢哋好中意掟你出去好出咁样走噶嘛。嗱呢个位嗱关键喺呢度啦，睇一睇。哎呀，出唔到去，真大威力啦！哎呀，点解而家俾人哋喺莫雷拉后面成个接咗佢个位啊？就系呢下啫嘛，去咗人后边咯。咁啊阴功啦，好犀利，系啊，真系此消彼长，三岁啊，系啊，千八喎，而家讲紧唔系讲笑。我哋对上两场，已经睇住佢转噶啦，系嘛、啊？上场都知佢好劲噶啦，上场嗰个千六系咩？三三磅去做慢步速好难嘅。拉嗰时赢已经你睇到只马都系立脚噶、啊，再睇多次，伤心未？
啊，有時喺尾場，有時就啲騎師咧，哎呀，你咁望，唉，就係晚慢啦呢度。猶豫啊嘛，一猶豫就冇埋嗰個位咯。而家就跟人尾就慘啦，嗰個仲要莫雷拉嚟。而家想再 pick up 啊，咁人哋誒喺前面硬開咗啦。真係陰功啊！你就話，咁唯有嘆句就係嗰件彩衣今日大旺啊！今日真係過咗終點，啊，兩隻贏曬啊！其实个势就梗系正常，梗系十三号赢啦，梗系。分段时间，头段13:82啊，第段22:45，第三段24:09，第四段24:04，末段23:84，总时间咧1:48:24啊。其实阿蔡若翰对田泰安都真系非常之好噶啦，咁啊即系第一骑师合作成功率最高就梗系莫雷拉啦，同阿蔡若翰。但系同阿田泰安喺田草合作今季咧，12匹已经攞到4冠2亞1季啦，都系大部分系可以计埋呢只噶啦。咁你數落去其實梗係啲好馬啦，即係最多成績就係東方快車啦，跟住仲有啲泰金剛嗰啲，其實即係都有好多呢啲實力嘅坐騎咧，就俾咗田泰安跑嘅。嗱呢場算唔算有負所託咧？陰公嘅失咗個面真係。嗰個仲有一個靚嘅數據楞住就係、是、蔡若翰支持阿田泰安馬咧，跟住落去都係可以贏得嘅，繼續贏。一路上去可以幾長揸嘅可以。咁呢只唔使起快馬啦，呢只呢只精選，大家都睇到啦，呢只。其實真係已經講咗係好多難度啊！你啊上三班，跟住咧你三歲馬就跑1800，你而家唔叫贏啫，因為以前成日都講啦，如果你三歲已經能夠贏到1800，一定好好馬。你呢場跑第二，其實你當佢走勢都係等於贏咗。根本老實講啊，正常我睇呢場最必勝，即係依家咁嘅勝負嘅，你倒輸咁多都未得啊！真係。失運啦，可以講啊，今場呢只。冇彩啊！冇咗呢個頭馬就冇乜運，唔緊要啊！下一場應該都可以贏翻嘅。我最必勝就唔係話咁容易贏嘅馬，咁啊今次把握贏翻場都開心嘅。係啊，不過即係同家族嗰只大威力就流咗鼻血啊！呢一場哦，係啦，好啦，咁啊今日結果咧咁啊跑到去尾場賽事啊莫雷拉贏，所以又攞多啲分。一號騎師攞到70分啊，莫雷拉又做騎師王啦。70分先騎師王得啊，蘇少輝逼得佢好緊啊。第一號 Marty 派1858元嘅。第二口 Marty 派10075元，第三口 Marty 派15705元，三天派2073105元，三天安慰奖收1275元，三宝派4582元，安慰奖派590元，六人彩派350元，六宝奖派173261元。